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96集。我们接着给大家分享 Yolo Park 所推出的起源系列 Orion Pax 这款的话呢，做的比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Megatron 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是全面来讲是更加的优秀。首先呢，玩具的设定身高它是写15公分，而这款 Orion Pax 大概是14公分。其实这个换算起来的话呢，相当于是如果这个 D16 啊，它是180公分的人类的话，那 Orion Pax 就是168公分。但是实际上在电影里头呢，这两个人的身高绝对没有相差到这么大。那我是不晓得为什么玩具的话呢，做出来的时候呢，尺寸会有这么样巨大的一个误差。而身形的比例来讲，很明显的 D16 的腿是过长的啊。如果你要以人类的比例来看，它的这个腿的比例呢，已经到了将近2/3，而这一款 Orion Pax 的话呢，会更加的合理。在介绍这款 D16 的时候呢，我说过它是过于闪亮、过于干净。反过来说呢，这一款 Orion Pax 的话呢，就有一点点香槟银，啊，也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黄黄，甚至带出一点点旧化的感觉啊。当然，多少有一点自己脑补了啊。然后呢，它背后的这个背包，跟那个 D16 的背包呢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，这个后面是整个是塑胶的成型色，跟它身体的这个金属部分就有那么一点点的没有那么一个搭配啊。那细节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呢稍微看一下，我们把它换回原本官方设定的这一个背后的一个造型，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颜色啊也是一样的啊，完全的非常非常非常一致。那附带的几个配件呢，则是有一个两指向前的这个指型，还有另外一个则是一个摊开的手掌的掌型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一款 Orion Pax 的这个拳头，我建议各位不要常换啊，因为它是靠着这个部件左右两边夹紧，把这个拳头夹紧。你常替换的话呢，这个地方会松开，当然你用力捏一下呢，它又会再紧一点。不过我还是强烈建议，没事就不要做一个太长的一个替换。掌中心呢是有一个洞，但是没有附带武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面雕的部分呢，稍微有一点呆啊，这个没有办法像动画片里头那么灵活了啊。那么以这个动画片里头的表现的话呢，它我觉得吧，有点像是86大电影里头 Hara 啊，比较一个年轻气盛一点，对于自己认为善良的事情呢，都是希望能够插一脚的啊。相较于 Megatron 来说，这个性格的话呢，是班上那种以后会比较有大出息的同学们啊。那他跟先前的这个D16 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多了这个上抬的关节，这个关节的话呢，在 D16 是没有的，你它手臂呢没有办法再往上抬了，在那边就已经卡死了。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裙甲的部分， D16 的裙甲侧裙甲它只能够上下做一点小小的戳动，而这一款 Orion Pax 的话呢，它是可以直接的往侧边，两侧都可以啊，两侧直接的拉出一个距离，然后呢往上面抬到这么样，这个时候脚的话呢就可以完全抬高了啊。因此呢，在可动度方面呢，这一个几乎吧，我们看上去以为会是同模的 Orion Pax 的话呢，会比 D16 可动度上会好上更多。而它的配色的话呢，也是红蓝标准 OP 的配色，虽然说红色跟这个蓝色呢是一个塑胶的成型色，但是看上去的话呢，却不会感觉塑胶感很重，甚至于呢，像这个肩部这个有点滑、圆滑的这个造型啊，即使是塑胶的圆形色，看上去的光泽也是比较漂亮的啊。那胸口的话呢，是有个空洞，空洞里头呢，它其实还是有附这个变形齿轮啊，但是呢是没有办法扣得稳的，我们就不装上去了。那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，脚的话呢，只要配合裙甲啊，这个做一个调整的话，就可以往前踢到这么高，往后的话呢，也可以踢蛮多的啊。外摆内收也是有，不过呢，它的外摆内收的话呢，由于有点偏紧，你在转的时候呢，必须要等于是这个球冠要卡死之后呢，才会去带动这个外摆内收。那膝盖这里的话呢，你看啊，这里有一个像是一个是什么联动的一个造型，这个过渡做的挺好啊。那脚踝的话呢，也有很好的一个接地性啊。那关节的紧实度来说，我感觉这一款这个 Orion Pax 不知道是因为体型比较小的关系，我觉得更加的紧实一点。而这一款这个 D16 的话呢，我的这个髋部的话呢是感觉承受的重量比较多，松垮的感觉的话呢会比这个 Orion Pax 要稍微强一些些。那整体来说，这两个模具
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Orion Pax 的表现的话呢，都是在更好一点的，可以说是台币450块钱去买到这样一个不能变形的变形金刚，而且它本来就不能变形的变形金刚来说，我是非常推荐这一款的。如果各位行有余力的话呢，我会很推荐啊，把这一款 Orion Pax 呢给带回家啊。当然这个 D16 啊，如果可以的话呢啊，两个就一起带走吧。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